果酱老师上课喽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。这边有四盒，都是一样的价格，大概都是二十几块到三十几块。总共有四盒史莱姆，蚕丝泥果酱史莱姆，就是你看里面是有果粒的，滑滑泥，类似关滑豆胶的起泡胶。我们就先来开这四盒，太好玩了吧？哦，拉了就断了，给我一点点哈。然后就弄得整个桌上都是碎碎泥了。天哪，好可怕哦，都碎碎了。碎泥，身为妈妈的我觉得非常难清理，会有水声还蛮疗愈的，压下去是没声音，但是拍拍有水声，还蛮疗愈的。就是如果你放在手上玩也不会粘手，很适合喜欢玩史莱姆手上握东西的人，这边都给你。接着我们来开下一盒，这是起泡胶，它好黏哦，颜色还蛮美的，不过没关系，我们很厉害的，稍微加一点什么小苏打水，对，加一点点抹一下。妈妈你看，这是机器人。好，它里面有加雪粉进去，出局的越来越用心了，它是有在看教学，大家流行什么就看什么。好，我加了一点小苏打水进去，我们稍微调过了，让它不要这么黏。我要来起泡看看，真的起泡了耶，还不错哦。起泡胶。对啊，还不错。好蓬松哦。接着我们来开这一盒，我觉得这盒跟这盒蛮接近的感觉，一个是三色，一个是四种颜色。还蛮好拉的，触感很像海酒 QQ 的感觉。也不错哎，这样好。还有搓绳呢，右边这盒就比较可惜啦。接着呢，我们再来开另外两盒。那如果你在挑史莱姆，你会担心说会不会买到很硬的，这就真的蛮硬的，就没办法玩，可能需要自己再调整。压得下去，至少知道它是软的，混得蛮均匀的话，流动性比较好一点的史莱姆，颜色很分明，可能就是它已经有点硬掉，或者是它很难去混合。再来呢，就是这种透明的史莱姆，因为它只有一个颜色，所以你很难知道它到底是硬还是软，那就可以先压压看。它的气泡还会动，所以我就挑了这一罐。那我们先来看看我这样的挑法是否准确，我们就先来打开看看吧。我们把它先拿出来，触感像水潭，我觉得它被我挖了就不漂亮了，很像那种碎掉的水晶宝宝的感觉。我之前就有介绍过 CP 值非常高的史莱姆，它有可能会很硬，有可能会很软。恩恩超爱的，其实我买了很多罐，它的颜色跟光泽是我非常喜欢的。是我在光南买的，一开始买的时候我并不知道它到底长怎样，我只知道里面有这个，然后就打开之后就发现哦，里面还有一盒透明史莱姆，非常的透，好透
完全不会粘手。一盒35块，其实也没有很贵，而且完全不粘手哎。重点是它的包装，就是你不会发现里面是一个品质很好的史莱姆。下一个是这两盒银河史莱姆，黑妈妈的盒子，仔细看就会发现它真的很漂亮。现在打开给大家看。还买了一个黑色的，我觉得书局的蛮厉害的，书局史莱姆都知道现在流行什么，就加了椰果，49、58，好，先把它拿出来。你在装什么？我在装螺丝啊！咔咔，装好了。蚕丝粘土果酱泥，那我们先来玩果酱泥好了。雾雾的，它里面应该是有加雪粉，所以它有一点点颗粒在里面。延展性蛮好的，可以拉很大的拉布。最后一个史莱姆29块。它有一点点掉粉，我觉得里面品质最好的应该是这一个，很好拉也很好搓，完全不粘手，我推荐它。第二推荐史莱姆是这一款银河史莱姆，但是黑色的真的会卡手指缝，颜色真的很美，而且延展性很好，我个人还蛮喜欢的。你看好好拉哦，我超喜欢的，完全不粘手，搓声又非常的大声，搓声很大，但是它在拉的时候就会有一个拉力，不太好起泡。28块，我觉得价钱多少是其次，不能玩，不管花多少钱都是浪费。放在瓶子里很漂亮，但是拿出来就没有这么美了，就不太好拉，但是很漂亮，而且它拿起来很水，冰冰的，这算水弹力。然后这个呢，比较像是香港说的透台，两种不同的感觉啦，就看大家喜欢哪一种。那你喜欢哪一个史莱姆？我是喜欢这个可以弄泡泡的。你看很大啊！哎，真的耶，好厉害哦！超棒的！你也最大啊！超棒的！只是告诉你，你不用说没关系。好。也看不到哎。哇，好棒哦！
我的。你还在做甩饼哦？我刚刚发现啊，这盒它会染色，染色之后它这边就会变软的。你看它变软的了，不是硬的，好好玩哦。这个可以混吗？嗯，哇，它的颜色也是很美。我的是大大大披萨材料包哦，材料包。下面这个是调整器。好，那今天玩得开心吗？开心。老师，我们要下课喽。下课。喜欢记得今天老师哦，大家拜拜，拜拜。